那到这个位置呢，就一二三，又三排了。这里呢是最后一圈，我们又先过两颗，然后把鱼线回穿到粉色珠子这个位置，左线再加一颗红色的，把结头拉到粉色珠子里面去，一起拉紧，然后把线尾收一收，这边三排就是做完了。接下来我们加一下对面的，另外一边也要做跟这边一模一样的对称，两面对称的，重新剪一剪鱼线，从这边起线，从上面这边起线，在粉色跟红色转角这两颗珠子这里起线，两边线头拉齐，左线穿一个红色一个黑色，那么跟左边这边的做法相同。
那这个位置呢是最后一个圈了，又先过线，过两颗，过到粉色珠子这里，然后再回线，回到粉色珠子这边，拉下来，左线再穿一根红色的，把结头拉到粉色珠子里面去，一起拉紧，最后再把线尾收一收。穿两个珠子，可以把线尾剪掉。那么上面这个上盖呢，我们就做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最后我们要加一下它的底部啊。那么这个底部，这个紫金盒的底部呢，它是有带角的啊，但跟别的不一样，它是有带角的。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呢，要把它四个角给加上。首先先剪一小节鱼线，大概半米长左右，在转角的这两颗珠子起线，把鱼线穿到这两颗珠子上，然后再穿两颗回线，接着拉紧，把它压平，这样子做一个四指圈，加上这两颗，然后左线再加三颗，把脚立起来，右线围着这个四指圈去过线，右线过一颗，左线再加两颗，接下来做法相同。这个位置呢，最后一圈又先过两颗过上来，左线再加一颗，拉紧，然后在最后上面这一圈回一圈线，回到鱼线碰头的位置，再打一个结头，拉紧，线尾各穿一颗珠子剪掉。那这是一个角，我们加好了。接下来其他三个角的做法都是相同的。
那现在四个角都加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还要加上两边托纸巾的两个底盖，先剪一剪一线，大概大概不到一米长，半米多或者一米长都可以，从这个角旁边的珠子梳起第二颗起线，第二颗珠子起线，两边线都对齐。左线加三颗，把它压下来，压平。右线过一颗，左线加两颗。接下来做法相同，那么一直做，做到对面这个角的倒数第二颗。那做到倒数第二颗这一颗，然后我们把线尾单线先绑一个结头，单线这样子绑一下，因为纸巾盒放纸巾的时候底盖是经常掰开来放的，所以我们绑一下不容易散掉。绑完然后线尾这里每边过一颗珠子，可以把线尾剪掉。那么这个是第一排，接下来我们做第二排。第二排同样的也是先剪一条线，从第一排梳起，左边梳起的第二颗珠子起线。做法呢跟第一排是相同的，
第三排做法和第二排相同，也是从第二颗珠子起线。那这边的底跟你说好了，接下来左边这边呢也要做一个，那么做法呢跟右边的完全相同，两边是对称的。